搞什么啊？到底在干嘛？哎，到底有完没完啊？有，这里有美丽动人的哇吼，还有帅气破表的飞碟胖小子，带你一起飞碟有完没完？欢迎在每个礼拜天下午六点到八点收听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王侯，先带来一首 New and Rich 的新歌 Magic Ways。来自于 New Barrage 的新歌 Magic Way。 今天呢，我们要来进行一个很特别的单元。其实这个单元呢，
也是呼应着我们的日本有完没完啦。我发现我这几个礼拜每个礼拜写预告，对，我这个标题已经一个月没有改了，就一样是日本有完没完。对对对，好开心哦。为什么今天又日本有完没完呢？其实是因为刚出国回来嘛，嗯，然后就其实发现说，其实很多因为最近大家常出国，所以就可以跟大家聊聊说，嗯，其实大家每次出国的时候一定会带什么东西。对，但是在打包行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大家应该这几年因为很两三年没有出国了，对，到现在会有点生疏，就是，想说，欸，到底哪些是可以带，什么什么是不能带，对对对，那什么可以上飞机，什么是，就是，不能上飞，什么需要托运，什么要带上飞机的，要随身，对，很难耶。所以我们上网找了一些，就是有人整理过说需要带什么东西，嗯，那其实这也是粗略的跟大家分享啦，那大家也是可以当作参考这样子，因为毕竟每个人可能带的需要的东西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你找这个清单很好，就是它有分类，然后前面有空格可以让你打勾，对，我五月底就要用这一份，对，我觉得还不错，我已经在写笔记了，哦，真的，哦，我要增加什么啊，什么什么的。好，那我们一样，因为它分成了五大项目，嗯，第一个呢是重要证件，第二个是衣物类，第三个是三 C 物品，第四个是日常跟盥洗用品，第五个是其他用品，嗯，对，我们先用第一个开始好了，好啊，重要的证件，那护照是一定要的，这个一定要的，而且最近我看到好多人还是就是去办护照，哦，对，然后真的提醒大家一定要用网络预约，哦，是我同学去，他说他预约好像二十几号吧，很快就拿到了，然后一看现场排队。还要等待1000多个人，听说好像如果你早上去，你会排到晚上，嗯，真的是耗掉一整天在那。对，而且呢，护照过期，护照的有效期限啊，嗯，你要记得你出国，你要注意看那个有效期限有没有在你出国的后半年。嗯，我记得它有个期限，就是也不可以到最后一天，对，不可以到最后一天，嗯，就其实它还是在半年之内。假如说你超过，假如说。我现在要出国，嗯，可是我的护照是下个月过期，嗯，那其实也不行，嗯，对，嗯，你需要在你要提前半年啦。因为我就很纳闷，想说大家真的护照都是这个时间到期，因为我记得好像那么多人在排队，我记得好像是六年，嗯，我记得护照大人是六年，小孩是三年，嗯，不是十年吗？哎，十年哦。忘记了，我有点忘记了。大家看一下，对，反正大家出国的时候注意一下啦。啊，这自己出国自己小心啦，啊，超不负责任。我看一下，外交护照及公务护照有效期限是5年，普通护照是10年。好，5年跟10年。那未满14岁的是5年。五年，嗯，哦，5年跟10年这样子。是的，对，所以哦，所以还好还好。然后你要检查你的护照效期是否为6个月以上啊？对，如果在6个月内，你就还是要赶快去换哦。对，半年，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对对对，如果要出国的，近期要出国的，嗯，要注意一下。没错，我是大概已经买完机票，然后我大概是出国前3天突然讲到这件事情，嗯，然后。我身上刚好没带护照，想说，哦，对啊，哦，有这个问题在，嗯，我想说怎么办，我被过期了，我是不是要请一天假去，然后我就很紧张，因为我护照在家里。哦，天啊！然后我就回家一看，哦，还好，2026年才过期，冷汗都冒出来。对，我还有大概1年多的时间可以去，所以大家要检查一下。对，第二个呢是电子签证，嗯。这个我都不知道，电子签证是好像日本不太需要吧，日本不用，好那就免，毕竟我们这个单元的标题叫什么，日本有完没完，所以不是日本的东西，我们就好了，没有太去涉略，因为老说毕竟我只有去过日本，我也是，我没有去过其他国家，所以对日本没有用到，我通常其实也不太会用到。数位疫苗证明现在还需要吗？你去的时候有看吗？我去的时候有，你是4月去的，所以还是有。对，是有个那个 JVB， Japan Visitor Web 吧？哦 ，JVW 还是什么？是不是可以先上网？还是 VJW？ 对，它其实可以先上网，然后先填。嗯，我记得是2个礼拜内，可以填。嗯，出国前2个礼拜到4小时之内，对，都可以填这样子。嗯，对。然后呢，你先填好它。他很快就会，就是你扫一下就可以过了。你说到现场，对，到现场那个你有填过的东西，对对对对，其实很方便，因为之前你在飞机上不是有时候也要填一张小卡，对，然后说你住哪边，然后什么的地址啊什么的，你直接在那个网站上面填好也就好了。哦，所以现在搭飞机的时候也不用写了，也不用写，先填好就好。对对对对对，好方便哦。
对，然后再来就是信用卡啦，那这个大家身上都有，所以就不特别说啦。然后外币，如果你不带外币的话，那记得一定要带信用卡。是的，是的。对，然后国际驾照我不会开车，所以不用 pass。好，那passport 对 passport 很重要啊。嗨嗨。好，第二个呢是衣物类。衣物类，我这次去日本啊，真的是带了非常多衣服。你有带很多吗？我带很多，我带。难怪你买那么少。我行李箱啊，我有一半都是衣服。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你去的时候也没有很冷吧？因为我去的天气的时候是好像有，我去的那一天很冷，然后之后到日本变很热，我离开日本的那一天变超冷，所以你是让那个可以穿回来的，所以我带了三件外套，太多了吧？我带了一件厚外，就我那个我那个白色的长版厚外套，黑色的厚外套，然后我还有一件绿色大衣那一件，对，大衣的那一件，然后呢，我还带了，对，因为我还带睡衣。那睡衣的话，其实我带长袖跟短袖的，太多了吧？我你是要干嘛？我带，因为过日子没有，因为带睡那如果这样的话，睡衣对我来说是很重要吧？我觉得要穿睡衣才睡得舒服。嗯，我希望我在睡衣是特别买的那种睡衣吗 ？Pajama？ 我有长袖长裤。对，我有特别去无印良品买，因为很舒服。你好讲究。对，可是也不一定啦，因为我可能有混搭。哦，对，我有可能有混搭，混搭一些淘汰的衣服，对，淘汰的衣服这样子，对。可是、就是、我发现有一阵子，我就这件衣服，我就当睡衣好了，当睡衣好了，我好多睡衣哦，哎，我没衣服了，都变睡衣了，没错。对，然后我就带了睡衣啊，然后带了就是外套，然后所以那个外套啊，到我其实，在中间日本玩的时候，其实很多都没穿到。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才穿到，所以其实我的衣服几乎是都有穿到。我觉得你可以再轻便一点，简便一点。对，是是，其实外套，其实我觉得衣服这件事情啊，因为有时候会觉得说你穿同一件，就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啊，你都没洗澡或干嘛？你后来有没有发现，其实大家都不会发现？还好，我发现我的旅伴，旅伴他就是都穿一样的。你有发现哦？就是你的外套，好像没换，好像也还好。穿搭的部分，不过呢，因为他没带长裤，所以他没带长裤，所以他第二天就直接去买长裤。买完之后呢，天气就变很冷。他到最后一天才穿起他的长裤，就还好有买，买的真是时候呢。对，所以其实天气也很重要，像我这个时候去啊，就是忽冷忽热的天气，就会很麻烦。对呀，对，那这种时候其实我觉得轻便就好，外套一件，然后或者什么。可是我觉得去这种方便的地方就还好，反正你怎么样你都买就去买就好了，很容易。对啊，那他就想说他里面是写说就是白天要穿的衣服啊，内衣裤啊。如果你去海岛国家的话，可以带泳衣泳裤、遮阳帽，反正就是帽子啊。我会带，我有戴帽子啊，但我没有戴遮阳帽。然后太阳眼镜，鞋子。你有带拖鞋吗？没有。我觉得在日本好像没什么机会穿到拖鞋。我觉得日本穿拖鞋出去感觉很没礼貌，好奇怪，我不知道为什么脚趾头羞耻，就觉得好像有点没礼貌。就是在日本这个国家，我不应该把脚趾头露出来这样子。就不管怎么样，我出去一定是要穿鞋子。是一个国家的压力耶。对，可是其实我上一次去日本，我有穿拖鞋啦。有吗？就是我上一次，那就是出澡堂呢，穿什么？因为出澡堂，你是说出来吗？在里面就在里面不用穿拖鞋啊，在里面就是穿一般的，就光脚丫，全部打理好才会出来。对，而且因为它的地板就是走出来的地板，其实它会有一个地方让你脚擦干，然后你在穿衣服跟置物柜的地方，那边其实它是铺榻榻米，所以其实它会帮你吸一些脚底的水，对啊，不然所以它不会太湿，脚湿湿要穿袜子。对，而且因为它都很干净，所以你走出来其实脚就干了，真的耶。对，然后就穿，然后因为鞋子放外面嘛，袜子鞋子穿好就走了。拖鞋在日本是不是销量不太好？突然想，我好像没有在日本看过人家穿拖鞋。对啊，他们是不是很少人买拖鞋？对，好，然后呢，再来是袜子、袜子、睡衣、袜子、睡衣、御寒物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每次都很容易忘记，什么？装脏衣服的袋子。哦，这个我会记得，这个我会记得，每次就。一定就想说啊，要带，然后很长到现场就啊，脱下来的衣服到底要怎么办？对，以前去日本就是那个便利超商，他可能你买东西他给你袋子，对，那还可以。现在袋子现在你要自己带哦。而且我都是穿脏衣服去丢，
哦、我会穿旧的，不能讲脏衣服，是旧的衣服，内裤，我会之类的，就是内裤，然后袜子，还有衣服上衣，袜、哦、子袜子，对，上衣也会，因为我之前开店，我有很多就是比较有油渍的衣服嘛，哦、对，所以那些我就是穿了之后，反正因为穿外套没有人看到，嗯，然后就是回家的时候就把它就是丢掉，反正就是丢这样子，嗯，对，我觉得就超方便的，所以我回来的时候行李有少了一点点，结果你回来反而比较轻是吗？也还好，其实我这次完全没有超重、欸、大概都十几公斤而已，因为你。买的很克制啊，也还好，感觉上可是可能因为都是盒装的东西哦，小东西对小东西，所以就会变这样子。嗯，对，好，再来呢，三 C 物品就是手机嘛，行动电源、行动充、万用插。如果你去不同其他国家，定压不同的国家要记得。嗯，但因为日本我们比较熟，因为日本其实不用特别带。对对，那然后自拍棒是多久以前的东西？你不会带自拍棒吗？不会，你会带自拍棒吗？看跟谁，如果跟姐妹要疯狂拍照，就一定会啊。现在还会用自拍棒吗？会吗？吗？你会吗？可能会带着，不见得真的会拿出来用，但会带着备用。Oh, 然后就是要记得，它也不能托运， oh. 跟行动电源一样，对吧？它不能上飞机。它需要放在，它需要放，它需要托运。讲反，这两个是相反的、哦。对对对对，讲错了。行动电源要带身上，对，不可以托运。对，然后如果是自拍棒、雨伞这一类的，不可以带身上，它只能托运。他说规定是，就是管径超过一公分，收合超过60公分就不可以。带上飞机，对，而且我发现我每次出国前啊，我都要就是手机打开看一下，说都要看什么东西可以带，什么东西不能带，然后再重看过一次，然后什么那些液体几容量什么鬼的，对，就是像那些很容易会忘记，可能像乳液、哎、真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保养品、化妆品之类、嗯，你可能不小心放在随身包里面。那这个东西呢，嗯、就要特别去注意了。但我觉得带的那个也不会带到容量太大的啦。不知道，有可能习惯带一罐吧。哦、OK OK。对。然后网卡我买好了。你是买行动网卡还是直接换 SIM 卡的网卡？换 SIM 卡的网卡。现在换 SIM 卡的网卡比较方便了，你就开机就可以用了。对，因为以前还要带分享器。哦，对。对，然后还有耳机。耳机这件事情啊，真的是、怎样？我真的是很感谢我的旅伴。我真的是一到机场准备要戴起耳机的时候，一打开，哎、欸，我的耳机不在，我真的是超级傻眼的。结果还好，因为 TY 嘛，然后我朋友就他有戴一副耳机，就是有线的，然后又在转接头这样子。我说我真的太感谢你了，非常非常的感谢你。回台湾才找回他们吗？没有，因为我知道我放在家里的某一件衣服的口袋里面。OK OK， 对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我没有你没有检查到，我完全没有检查到耳机这件事情。现在用无线耳机真的很容易，所以记得打开不在家。对，如果你是一个极度重度需要耳机的人，记得戴上耳机，记得注意一下耳机，要检查哦。对。然后再来是日常的盥洗用品。嗯，我觉得最容易忘记的是洗面乳，因为你可能有时候会想说，哦，那些洗发精啊，什么什么那边都会放，哦，可是通常不会附洗面乳，啊，就很容易忘记自己带。我们是直接去买，欸，现场买，这个，清洁用品我是现场去买，直接去日本的唐吉诃德或者我直接买 all in one 的就好了。男生啊，男生 ，You are a boy，OK。男生，我们就买 all in one， 然后就 AW 一起用，好，大家一起用这样子，然后买一块 all in one， 然后大家一起用，用完就差不多。我下辈子真的要当男生。其实蛮方便的啦，洗头、洗脸、洗身体，全部搞定了，好好哦。对，然后保养品，我不需要。然后隐形眼镜要记得戴眼镜哦。这个我本来就戴着，我很容易忘记。对，就是戴了隐形眼镜就出门，然后到了当地想说，哎，欸。啊，我的眼镜呢，忘记了。晚上就变一个瞎子。大家要记得，然后防晒油跟防蚊液，嗯，对，就是看你去哪边。反正就是这些很日常，你如果平常就会用到，就要记得。对啊，然后个人卫生用品啊，随身药品啊，口罩、梳子这一类，就是你自己习惯用的东西都要记得。你有什么习惯要带的吗？我习惯要带的，我这种日常用的。日常用的我还好哎，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能不带尽量不要带。好的啊，我会带那个普拿疼，我会带鼻炎胶囊跟那个止痛药。
止痛药，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到日本啊，它空气比较干，哦对，所以有时候鼻子会很不舒服，對對對，所以搞不好你在这次旅程当中，你其中有四天你的鼻子是不舒服的。我记得我之前去日本有几天我睡觉都戴口罩睡，因为太干，太干了，真的鼻子好痛哦。对对对，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个人药品要备齐。再来其他物品方面，像钱包、钥匙这些，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不然你回不了家。对，然后水瓶、保温瓶可以在登机前装水上去。记得哦，这个是你要先出关了之后，你要过海关之后，你准备在逛你的免税商品的时候，到那边你才可以装水，然后带上飞机。对对，然后笔我会带。笔，我会带笔跟一个小本子，啊、我也会带一个小本子，也会带笔跟小本子、就是、章啊，什么贴一些有的没的。哦，这个我会，我就拿来记账。记账，应该说记在手机。应该是说有些人要分钱啊，就假如说啊，这餐你出，这餐我出，这餐他出、哦，那这三个就是我们大家今天的钱，我们要怎么样算这样子？对，这不是手机就可以完成的事吗？因为我是原始人，我习惯把它全部写下来。好的，好的，对，然后再算这样子。对，行李秤。对，有的话可以带一下。我好像有，可是我忘记在哪了。我等一下可以拿给你，我这边也有一个。然后刚刚讲到的换下脏衣物的塑胶袋，塑胶袋，然后雨伞，然后酒精喷雾。有人跳过一下，我在跳过环保餐具。你会带吗？我会带诶、欸，我不会带，我完全不会带。我觉得这个太占位置了。哦，对了，可是现在环保餐具有些都可以折叠或者是收小小的。可是我觉得在外面不一定能洗这件事情，就让我会觉得说我还是不要带好了。对了，对，而且对，日本还蛮喜欢用免洗餐具的。你本来就很喜欢、啊，我就入境随俗吧。然后就是可以再带一些小袋子啦，因为现在在那边买东西的袋子都要付费。没错、好了，以上呢就是介绍一些出国可以带的东西。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回到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罗喉。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罗喉。我们要讲的非常多，就是出国要带的东西。是的，但我们有一个东西要记得要带，就是要把这些东西装起来的行李箱。为什么要讲行李箱呢？因为我们今天要来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就是大家问我们说为什么不开箱呢？这不就来了吗？来了来了，而且我们要从纸箱开始开哟。对，现在在我们旁边的呢是一个非常大的，外面写着 Arowana 的行李箱。是的，是的。对，亚若纳的亚诺纳的行李箱。是的，是的。对。我们要从纸箱开始开，因为刚刚是胖胖搬进来的，我没有办法搬动他们。它真的非常大哎、欸，因为它是最大的 size， 然后里面装了两。它最大 size 是几寸啊？29寸，对吧？对，二十九寸。这个开箱的声音非常疗愈。我觉得那个要边对着麦克风，然后边开箱，真是好累哦、喔。哎、欸，它包得很完整、欸，很完整哎、欸。我们好像需要一点时间、欸。这时候超适合别迷你麦的、欸，对，刚刚应该别哦，这是什么？它的袋子吗？它其实外面还有一层的，就是防尘 套，对，它有一层防尘套这样子，很美呢。来哟、哦，胖胖现在站起来了，你没有成功把它拿出来，对，我没有成功把它拿出来。再次一二三，等一下拿不出来。它包的非常的厚实，这个是。这个是29寸的吧？很漂亮哎、欸！我从那个袋袋的缝缝已经看到它的颜色了。这个是29寸的，对。哇，哎、欸，好漂亮哦、喔！我们先从外观来看一下。我们先看它的防尘袋好了。而且，哎、欸，你一落地它超鼓溜的、欸，感觉超好推。啊、而且，我现在在转动它，就是我要让窝火看到它的样子，完全无声。对，而且它的那个轮子，很滑，很鼓溜，对，很鼓溜，是很顺的感觉。然后因为它外面这个是蓝色的防尘套，是的，那它防尘套其实有做开口，那除了就是你的手提可以提之外呢，这边也有就是它那个拉把的部分，拉把的部分它也可以都有洞可以开，对，而且这就是你平常没有出国，你在家里很好收纳，对，因为它方方正正的，哦，好喜欢这种哦，是不是？我觉得超喜欢方方正正。方方正正温文方对，我也喜欢他。哎、欸，我前几天就一口气，我这三天把这部看完了。你看完了吗？我全部看完了。好，我们下个小时来聊。对，我们可以来聊。哇，好漂亮、喔！好美哦、喔，这个。哎、欸，这太漂亮了吧！这个是什么？蓝色海洋。对，这是蓝色海洋，因为这一款呢，这一款是亚若纳的极致美学彩绘款的 B
避震轮25+29寸防爆拉链行李箱，是的，好长的名字。它其实有三种颜色，一个是黑色宇宙，一个是蓝色海洋，另一个是紫色独角兽。它这次是跟艺术家联名的设计款，是跟来自塞尔维亚还有俄罗斯三位插画艺术家合作，设计出这三款不同的插画风格。很美耶、欸！蓝色海洋超漂亮的、欸，而且它的那个漆是有点雾面的，对，所以完全不会好像久了之后就花掉。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一种啊，其实你在机场非常好认，对，因为你在就是你要出来的时候嘛，就大家不在找行李箱吗？这个是最好找的，就是哇，这一眼就看得出来这是你的，很亮眼，但是不会很丢脸的那种亮眼，你懂我意思吗？对、欸，完全不会，就是有一些我懂，一出来你就知道是你的，但你就会觉得哦。好不想要说那是我的，對好不好意思、喔。但是这个我会抬头挺胸去拿、欸。对，哎、欸，这个其实还不错。我觉得先继续讲它的外面好了。好来，它其实像这个这叫行李杆吗？拉合杆。拉合杆，它一共有就是三阶可以。哦、oh. ，对，就是比较短的，大概是手食指高度的，嗯，然后拉到最高这样子，嗯，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是它有一个这个。行李挂钩，对不对？它有个行李挂钩，我好喜欢这个哦。而且它的行李挂钩，我觉得很赞的是啊、嗯，因为它是回弹，对，回弹型的，对，所以其实它是完全是贴合你的行李箱的。就是、它方方正正，不是翁文芳之外呢，它的那个挂钩，行李挂钩是跟它一体成型的。对，那你要用的时候，只要把它搬出来就好嘞。对，而且就是因为它不是一直外露，所以其实它也不会去勾到任何东西。对，也不会怕坏掉。对对对。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拉把是铝合金的拉杆，对，它耐重又很轻、哎，有三段式的调节。对。然后它的那个卡也是很牢固的哦。对，它这个其实也是很牢固的。对啊，对，可以符合各种身高还有高低的地形等等状态。而且呢，哦，好重哦，我觉得里面应该还有其他的。因为我们有三个在里面。然后呢，它这边也有安全锁。是。对，它这个安全锁其实蛮厉害的。嗯。它的安全锁是 TSA 的海关密码锁。海关密码锁。对，其实最近呢、啊，大家其实会很常看到海关密码锁。嗯。那海关密码锁到底是什么呢？是密码锁就叫海关锁吗？没有，其实不太一样。嗯。因为其实美国呢，在历经九一事件之后呢，他为了加强查缉恐怖分子的执行活动、哦嗯，所以呢，规定其实大家入境。行李都要检查。对，那除了你使用 TSA 的海关锁行李可以不用上锁之外、嗯，如果你其他行李如果上锁了，海关人员将会直接把它破坏，然后把它检查这样子，因为他要看你里面有没有东西，但就会被破坏嘞。对。对，但为什么 TSA 的不会特别被破坏呢？对，因为 TSA 的锁头呢，就是经过 TSA 认证的密码锁。TSA 就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那这个钥匙呢，只有海关人员会配备。对，因为这边其实有个钥匙孔、哦，那这个其实就是专门for海关，如果真的要检查的话，它其实只要。他们自己有万用锁就对了，就是他们专用的万用锁，检查用的锁，对，检查用的锁，检查完之后他就关起来这样子。OK， 对，那其实要怎么样分辨到底是不是海关锁呢？嗯，其实它的每个锁旁边呢会有一个红色菱形的标章，有的，对，这个就是通过 TAS 认证的锁。原来如此，对，这不是装饰而已、哦，这不是装饰而已、啊，因为它是一个标志、欸，哎，对对，这是 TAS 的标志、哦，而且我觉得还不错的是，因为它的拉链，嗯，拉链头是拉链头，是可以卡进去，对不对？对，它卡进去之后，欸、很好看、欸，对，其实它整个是平的，我觉得它是平面的，它真的不会到处，因为它的锁不是凸出来的，不会到处卡来卡去，对，不会到处卡来卡去的，嗯，对。然后因为一般的密码锁，它原本的预设就是零零零啦，对对。然后呢，对，然后所以大家就是记得自己去设定密码啊什么的，嗯嗯嗯，对。好，我把它打开了，好哦，而且它提也很好提，是哦，对，好大一个，哎、哦欸，这个。它有一个辅助把手，对不对？对，它轮子的下方这边，对，有一个辅助的把手，等于是你侧边可以有提把，然后把它用成横的时候，它的那个辅助把手是有一个凹槽，你可以比较好施力。对，因为有时候你在日本的、车站嘛，嗯，假如说你有时候你不搭电梯，哦，对，走楼有时候只能走楼梯，是的，是的。然后你又觉得有时候。直立的提把，你会觉得有点难，很难。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直立的提把拿起来，然后再
搭配下面的把手。对，你这个 Kusei 很赞哎，你就可以右左右右手拿着上面直立的把手，对，然后左手提着下面的那个隐藏式的把手，是这个辅助的提把，就会好拿很多。对啊。看起来很顺手，我觉得很方便呢、欸。对，因为每次要拿的话，其实下面没有那个辅助的把手之后，你会觉得非常难拿。而且有时候你真的太重，你如果只有上面那一个提把的话，我会很怕它坏掉。对，很怕它断掉。对，我很怕它会不会断掉，就是会超重什么的。歪歪。对，好。但这次就不会，因为它有辅助的手把，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个轮子可以再补充一下，它是专利的弹簧轮。哦。他说呢，行李箱的轮子完全决定它是不是一个好用的行李箱。哎、欸，真的，因为行李箱就是要拿来拖的嘛。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人回，就是假如说在国外玩啊，因为像之前我去大阪，跟我朋友去大阪，他的行李箱呢就在路上，他的轮子就断脚，就爆炸了，就走走走走，然后就是他那个轮圈啊那些的都断掉了。那个行李箱就废了、欸。对，他就是他很多都只能用扛的，又提的这样子。好辛苦哦，但行李箱的目的就是要减轻我们。我们搬运行李的负担嘛，没错。所以挑轮子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找一下有没有那种单脚双轮的，那推起来会很滑顺，低噪音。对。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单边的轮子坏掉，你还有一边的轮子可以将就着推。对，这个是如果真的不小心坏掉的话、那这个亚诺娜这一款呢，极致美学避震轮防爆拉链行李箱，它就不仅是单脚双轮的设计哦，它还搭配选用了这个专利的弹簧轮。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你刚刚提的时候很顺，然后它可以就是减震，然后减缓你拖拉时的那个碰撞感。对，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的时候，因为像日本非常多的那叫什么柏油路，柏油路，或者是有他们有一些就是盲人专用那个地砖嘛，哦，那种有。有时候你在提的时候就抠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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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抠，你就觉得说哇塞，我的行李箱是不是要坏掉？会有点担心。对，但如果用了这个专利的弹簧轮，其实它可以减轻一点它在里面的一些拖拉跟碰撞感。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对，就是它的轮子后面有。有一片曲面的挡板，你有看到吗？有，这个挡板就是减少你这些小石头、小杂物在你拖拉的时候被卷入哦，就可能导致坏掉或者是很难，就是轮子的挡泥板的概念啦。哎、欸，真的，而且它的轮子其实非常有质感哎、欸，其实很好玩哎、欸，它好滑哦。你在玩轮子吗？它超滑的、欸，它真的很滑哎、欸，感觉真的很好拖。对啊，而且它除了就是一般的拉链，它也有就是。防爆的双层拉链，对，然后也有加那个，它有弹性加大的收纳空间。这个现在一定要的、啊，没有这个的话，真的是对啊，这款先不用好不好。这个超方便的、欸，就是你原本合起来就是刚刚好。那如果你里面的东西装的比较多呢，它是可以有一个延伸的空间感。没错，我现在要把它打开了。好了，一二三，哇，哎、欸，他们的包装很用心呢、欸。里面又是另一层，对，里面就是因为他有寄给我们，就是现在刚开的是29寸的，是的。那现在呢，我打开里面又有个25寸的，是的。25寸的颜色呢是紫色独角兽，紫色独角兽，我在网站上看到，我就觉得它超可爱。对，那紫色独角兽我必须要先放在一边。好，我来介绍一下它的里面。好，我们刚刚这个29寸的内装的部分。他现在在地板上有点忙碌。我来看一下，他说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弹性加大的收纳空间啊，就是它可以自由的缩放空间容量。对，那你只要轻轻拉拉链，就可以增加30%的收纳空间，就不用每次你回程就很多欧米亚给还有战利品，你要那边坐在行李箱面压。不用不用，或是你可能有些要把一些就是纸盒包装，你可能都要拆开了、哦、好心疼哦。对啊，我是包装人。对，这些包装我也都会留着，我就觉得 啊，那些包装如果被拆开来了，很可惜。所以多了30%的空间可以收纳。然后呢，这个呢，其实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收纳设计。嗯，对。然后像是它是不是有一个拉链可以分层的那个？对，这个我看这个吗？这个吧。对，它就是知道怎么形容，它是假设你把行李箱放直的，它的拉链是横的一条，横的一条拉链。我在讲那个横的那个，哪一个？这个？对啊，横的拉链。它不是有分横的那一个可以拉成三格吗？
哦，你说这个、哦？对，哦，这个这个，对对对，哦，他的收纳，他自己帮你其实还不错了。对，所以其实你可以自己分说，我这边要放脏衣服，然后我这边可能要放小东西，小东西，我可能放行动充这一类的，对，很好用的感觉。嗯，还不错哎、欸，哎、欸，这个真的很好用哎、欸，而且有时候你东西啊不想要每次打开都这样子，因为每次你打开有东西会掉出来嘛、嗯、或什么的，那他这边有一个整面式的拉链，从、哦、中间就可以分层。对，整面式的拉链就可以不一定说，假如说我今天。整面式拉链的左边我是不太常用到的、嗯、我就可以先把它拉起来、嗯、对，就以免我每次开关的时候东西都会掉出来，我都要再整理一次。对，其实蛮方便的、欸、然后它的那个内里是蛮有质感的，对，它的内里其实 logo、欸、对，有它的 logo， 就是有点它不会非常明显，很低调，对，就是若隐若现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些内衬的颜色其实是深蓝色的，哦，对，然后所以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不怕脏，哎、欸，我觉得这真的很好看的、欸，感觉真的很好用。你要把哎、欸，我家有一款，有一款就是他们家的，我记得我那个也是29寸，哦，也是这么大的，对，就很好拖，我记得。对啊，你要不要把玩看看？我来哦、喔，你要把它鼓溜过来吗？你要好，那我怎么？我来接它。是不是很好推？欸、超好推，是不是超好推的？好喜欢、喔！我跟你说，在百货公司，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很好拉哎、欸，一下子就到对面来了，超好推的啊！而且哎，近看它的花纹真的很美耶、欸，对，好喜欢哦、喔。这是蓝色海洋，它上面有很多的金鱼，然后章鱼，还有轰轰鱼。我上次去 X Park 之后爱上轰鱼，哇、哦，很可爱、欸，太可爱了。那你有看过它吃东西的样子吗？哎、欸，没有。它会用嘴巴直接用吸的吧，就是咻，然后就鱼就输进去了，好可爱哦、喔。对。还有海龟哦，哦，还有海龟，对，其实很可爱，很多哎、欸，很可爱。好，我现在边拆这一个，这个是紫色的独角兽，它是25寸的，不开。所以你出国会带你出国通常都带几寸的、啊？应该就是29了吧？哦，好像是哎、欸。我之前跟我朋友第一次一起出国，我们两个人，然后我想说。嗯，应该不会买那么多东西吧？我们就两个人带一个行李箱，一个很大的，然后这样应该就够了吧？因为也没有要带什么东西。结果直接在当地买了一个新的，直接买到不够，直接后悔了吗？直接后悔了。对啊，真的太小看自己了。对啊，这真的是行李箱，真的就是要先选大的。对啊，然后才我觉得才有机会这样子。Oh. 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来自于 Never Young Beach 的歌曲《自転車の乗って》，自転車に乗って。然后听完这首歌之后呢，马上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我是八号。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刚刚在上个阶段呢，我们介绍了 Arowana 亚诺娜的极致美学彩绘避震轮防爆拉链行李箱。现在我非常长的名字，两边我觉得我是幸福的人，我两边各有一个行李箱。对，因为厂商给了我们就是20寸的黑色宇宙的样子，然后29寸的蓝色海洋跟25寸的紫色独角兽。是的，是的，对。这三款真的是，因为它连20寸这么小的，它也有那个就是辅助的把手，对，它就是让你非常好拿。然后它这个侧边有一个防撞的，对，它保护脚。1、2、3、4、5、6，它的8边都有。刚刚是数学题吗？对，1、2、3、4、5、6、7、8。请问长方体有几个角？1、2、3、4、5，8个角。8个角。有几个边？几个边？12个边啊？有几个面？1、2、3、4、5、6个面。哦，以前都算对，已经算得好累。以前更难算的是骰子。骰子，他会问你说，就是他骰子展开来是这个样子。哦，对对对。那合起来的话，二是在谁的旁边？哦，对。或谁的旁边是什么这样子？这真的很考你的立体感、欸，超难的空间感。对，我们回来行李箱。好的好的，哎、欸，我也忍不住一直把玩他那个行李挂，对，挂钩。而且因为超方便，老实说，其实买了29寸跟25寸的，如果你回到家不用的话，它可以全部装在，就装、啊、在一起、欸。哎，对啊，因为厂商寄来是整个一箱，我就想说，怎么可能？挂不是三个吗？怎么可能只有一个而已？然后打开来，我想真的装好好的。29寸的蓝色海洋打开来是25寸的紫色独角兽，我想说、嗯、哦，只有两个而已，想说那个重量应该是两个，没有，然后打开来还有惊喜，所以它其实本人行李箱本人是很轻便、对轻巧的，非常轻便的。对，而且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现场门市看看，哦，因为它的型、它的样子、嗯，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从广播来讲说它到底有多好看。对，或大家先上网看一下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而且它就是刚刚有讲到。说它的图啊，跟它的外面的质感摸起来，因为它其实外面有点磨砂的感觉，嗯，它有点雾面消光的，类似这种感觉，对对，所以其实它不会说太怎么样，就是、不会容易刮花，对，其实不太会刮花，因为有时候亮面的真的是一下就花掉，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刮痕就会就很明显，很矮油。对，但这个就不太会。对啊，对，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方便的。然后他这三合作的三个那个插画家也都非常厉害，就是你可以在那个插画元素当中看到一些像这个黑色宇宙，就火箭啊、嗯哦，然后有土星环这些，就是宇宙的元素都在里面。月球，对啊，很可爱的这种黑底，然后有点像粉笔的那种设计，哦，对，就很有童心的感觉。没错。再来，像我自己很喜欢密码锁，因为我有一次惨痛经验，就跟人，因为以前还没有很常自己出国，所以行李箱就是跟朋友借，然后借来之后呢，第一不知道他的密码，找不到钥匙，第二他忘记密码，哇，这样很惨，这样怎么办？就在那边一直想说密码到底是多少啊，或者是从000到999这样试吗？对，要去看他到底钥匙塞在哪里之类的、就真的是很不方便。而且他其实密码锁很方便的是，一开始的预设是000。对对，你要拿个尖尖的东西，对，然后他旁边有个小圆点，按下去之后波动密码到你要设定的密码之后。然后波动一下开锁开关，你听到咔的一声，小圆点弹起来了，代表设置成功了。嗯，但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重设密码。嗯，对，应该是不行，应该还是要用你设定的这个，你才可以。毕竟如果重设密码的话，大家都可以开、哦，那我就可以开就好了、啊。对，所以密码大家其实还是要记得啦。但这个就是蛮方便的。是啊。对，所以。而且他刚刚我看到那个小牌子，他写那个川字拉链哦，所以他拉链扣上去，你刚刚一扣，真的很美耶。哦，其实对，其实觉得连拉链都觉得很美，它完全是合在里面，它是非常贴合的，对对，而且不会有那个边边 K 到的感觉。对，而且我觉得真的，你出去玩行李箱真的非常重要的就是拖拉，嗯，跟它的拿取，嗯，跟它的外观是一定的，但我觉得它的实用性真的是非常高。它还有除了、嗯、因为。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你的容量不够大。对，那像刚刚讲的，它有可以加大30%的容量，嗯，它拉链拉开来马上增加30%。那里面呢也有小小的收纳袋可以让你收纳。对对，我觉得这个是行李箱，就是不管你要买任何的行李箱，这个都是需要的，所以你一定要先，如果真的要买的话，我觉得可以到门市先去试拉看看，嗯，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以及说它的那个避震轮
对，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你喜欢的那个样子？对，在你讲着讲着，我又发现他那个小惊喜。嗨，他在旁边有一个立体耐磨的侧角座，侧角座总共有四个。就是如果你是横的那个提把的那个方向，对，你可以把它放在地上，你就不会怕你的那个行李箱被磨坏，直接它的面被磨坏。它有四个侧角座，降低震度。对，旁边有四个。对，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八个角胶，它这个也是特别铝合金强化的护角，所以可以保护那个行李箱最脆弱的这个边角位置。对，真的很赞哎，而且拉链。也很好拉，那就非常好拉、欸，很鼓励味，对，什么都很鼓励。我觉得这个行李箱真的是很赞，我真的是为什么我没有在出国前接到这个？我真的是，如果我在出国前就拿到这个的话，我就会带这个出国了。而且你那个时候，你刚才发现你一直都带25寸吗？好像怎么够、欸？我忘记，因为我真的忘记我那个是25寸还是29寸。嗯，对我拖拉看看。好。现在胖胖站起来，拎着这个25寸的紫色独角兽行李箱。那我觉得我应该是25寸的、欸，是哈。所以我以后出国应该要带29寸才对。对啊，我真的是完全没料到，不用带那么少衣服了。对，我可以带超多的冬天的衣服啊，真的，我冬天去也不怕哎、欸，真的，我可以带超多Omiyake回来。好哦，但其实我Omiyake都是在那个免税店买的啊。对，因为老实说，它需要就是保存的问题啊，然后以及方便性的问题，很怕买完之后你已经飞到机，你已经到机场了，全部都碎掉了。也是啦，对，所以要注意一下。对，然后所以这个行李箱呢，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喜欢。对，亚诺娜的极致美学彩绘款避震轮，25+29寸，还有今天另外一个是20寸的行李箱，防爆拉链，它有三种尺寸，然后有三个颜色，嗯，黑色宇宙、蓝色海洋跟紫色独角兽。对，我觉得它的插画都非常好看，大家可以去网络上面找找看。是的，真的非常棒，推荐给大家。好，我们再来最后听一首歌，来自于之前有一部动漫叫做《孤独摇滚》哦，对对，然后里面呢，他们的组合团叫做 Kesoku Bando， 就是结束乐团这样子。嗯、那这一首呢，叫做Seizani Narita Nani Narita 啦 ，Seizani Narita 啦，来听一下。那我们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有完没完？我是WOHO，我是胖小子。这个小时我们要进行很精彩的追剧周记哦，这个追剧周记难得我也有看，真的，而且应该很多人都看完了，非常的有感。来聊聊《人选之人造浪者》，现在听这一次有为他们演唱主题曲其中之一这个歌手陈贤进他的新歌《轻轻》。我想你轻轻的轻轻，我想。轻轻的轻轻，我想你轻轻。
青青来自陈贤静，刚刚讲错，不是新歌，是2021年的作品。陈贤静很好听、嗯，而且之前那个谁Leo王对有大推陈贤静，说这是陈贤静的时代。没错没错，所以就也很开心在这次人选之人当中听到他们的合作。但先回来讲讲陈贤静，因为真的是太不得了，一听他的歌就也是深深着迷。屌蕊的屌蕊，真的，他竟然是1998年出生，有够年轻，1998年，25岁，好年轻哦，正大高材生。然后他一直很喜欢嘻哈，喜欢饶舌、嗯，而且他在加入就是上正大之后，知道他们有黑人音乐社团，就直接加入，然后在社团当中大放异彩、哦，而且后来呢，在 Street Voice 上面发表第一首歌就爆红了，嗯、当时是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这首歌，然后他也很喜欢蛋堡，所以他们本来是高中的时候要唱毕业歌，但是他本来觉得两个主唱都唱歌就太无聊了，所以他就开始学蛋堡，开始饶舌，结果就饶出唱出自己的路这样子。原本他是要唱歌的，对啊，但也是因为因缘际会之下，他接触到了饶舌，而且声音真的很特别，对，很好听。然后最近就看他接下来那个，因为《人选之人》里面那首歌叫《得意的一天》，目前还没有上架，期待之后上架再播给大家听。他是片还是插曲啊？片尾吧。你是不是跳过、哦？没有，我看到就是那些人出来之后，我就先跳过了。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就是黑幕，然后开始啰字，很好听，我就先跳过了。起码最后一集要听完吧，那个余韵会一直在心里面。因为我等不及的看下一集 ，OK， 所以我就是马上。就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对啊，因为我觉得《人选之人》这部片就是。它会让你不断的一集接着一集看，真的，对，停不下来呢。它也不算是真的是每次到最后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爆点的那一种，但你就会想不断的看下去，说，哎，接下来到底是会怎么样发展？他们的选举即将要接近大选了，对，那他们会有遇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以及他们要怎么样去解决？然后，因为这部片我觉得很棒的是，它是在讲就是台湾的选举，就非常贴近我们。但除了选举之外，它主要的故事轴线都是放在幕僚上面，对对对，幕僚的工作跟生活，对，他们怎么样运用团队或运用个人的各种方式来，打造这个我们说在目前要参加选举的这些候选人的，对，不管形象也好，或者是他们的选战，真的是一场战争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一部片出来之后啊、嗯、我相信会有蛮多人会想去尝试幕僚这个工作，有可能。我觉得不以说政党来看好了、嗯、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说，哎、欸、其实幕僚就等于有点像是在经营一个，我就推一个人出来，就其实跟我们工作蛮像的，就是幕后工作，你要打造一个人，艺人，一个歌手，或是一个节目也好，都是很需要幕后的这个团队。对，就是不管他们有非常多，像因为这一次《人选之人》《造浪者》里面，嗯，像谢颖轩他们、黄建伟演的，他们其实是文宣部的。对，我到后面才知道，哦，原来文宣部要做这么多事情，就是。基本上所有对外发生的任何管道跟内容都是他们要负责的。对，不管是像你看他们有里面有在影片啊，然后字卡啊，对，然后图片啊，他们要发布新闻稿啊，记者会啊，对对对对对，全部都是他们要准备的。对，想说哇塞，好厉害哦，好硬哦，好硬哦，真的好硬哦。但是他真的很写实的地方在于说，他真的跟我们生活距离非常的近。对，你看他里面用到的所有，不管是要脸书要贴文 LINE 要发布什么东西，
西，然后针对今天哎、对手阵营他们的什么消息，我们要赶快做一个图卡在 LINE 上面大量发布啊什么的，要做回应，对，都跟我们好相关哦，非常好有感，非常，就真的觉得剧本写得好好真实，好细，然后演员的表现都好自然，而且我觉得里面他用的，因为其实这部片其实是国语居多，可是他又会掺杂一些台语跟英文，但他的那些不会让你觉得很突兀，很像为了讲而讲，对对对，都没有哎、他就是很自然的来表现出他的想法，不管是用英文或者是用台语，或者用语言类型的，他就很融入在里面，所以台湾人看了会非常的觉得说，就是身临其境的感觉。而且其实我有一些朋友真的有在政党里面服务，他们说真的超写实，对。他们的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很多人说节奏更快。他说看到会有点怕，因为太真实。对，就是回想起那个时候的工作就，就哇不行、那个太真实的那种感觉，会有点既视感。对对对对对，真的是很厉害。这是台湾首部幕僚职人剧，在 Netflix 上面上架，由谢颖轩、黄建伟、王静等人主演。在里面真的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你印象很深刻。对，我看到讨论度最高的其中一个是。亮哥哦，对，亮哥这个角色呢，他是演副秘书长，副秘书长算是党内的高层之一，对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衔接了上头大老板他们的意思，然后又要传达给下面基层的人要怎么样去做事的方向等等，他会出很多意见。但是另一位副秘书长是谁？是不是就是慧茹啊？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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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慧茹，他也演的好好哦、喔，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真的是好像办公室里面都会出现的人、喔。对，虽然潘慧茹在里面他没有太大的爆点，或者是他没有太大，我觉得他戏份虽然说没有到很重。但每次开会的时候他出现，你就觉得是一个稳定军心的感觉。有一点，他好像真的有在听你讲，或者有在为你着想，但是又要告诉你说，哎、现在我们这边要冷静一点哦，哎、这边我们脚步要加快哦，什么的，我们可能哪里要特别去注意哦。他就是一个稳定军心的感觉，就好像给人感觉真的是很经验很丰富，然后很知道要怎么做的一个人。所以他跟亮哥的搭配，我就觉得搭配得很好，因为亮哥就给你一种。很，我觉得比较古板，对，他比较是很上个世代的做事风格跟思维，对对，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男性主权、男性意识主权非常高涨的人，的前辈，就啊，其实他们看过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啊，那么多事情，你这边你其实你稍微忍耐，我们各退一步就好了，对，哎，这个时候要以大局为重、啊，对 对, 对, 对，大局为重这四个字真的是在这。这部戏里面一直出现，围绕着，对，围绕着大局为重，大局为重真的这么重吗？对，然后他真的探讨到太多面向了，不管不只是选举，还有整个职场办公室的文化，甚至到家庭。对，因为像黄建伟跟鲍花这一对夫妻，就是呈现出现在双薪家庭，就是老公老婆彼此都有彼此的事情，事业要忙，然后又要抚养小孩啊，要做家事啊，然后就会想说他，我觉得他里面的很多台词都好厉害，好到位哦，就。你30分钟不回讯息，其实不会影响选情什么事情，对，选情不会改变。对，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时光。对，而且大局为重，除了在选举上，其实他们也反映在家庭上。对啊，对啊，对，就是你所谓大，就是就、很多事情你的工作才重要吗？对，我觉得我的工作也很重要啊。对，然后就是这个选情可能对国家来说很重要，但是这些小小的事也对我们家很重要。那我们家其实就跟台湾一样重要、啊。对对对，哦，好好。好会写哦！对，我就觉得，而且他们夫妻真的是演得好好哦，很自然，对不对？我好喜欢看他们的家庭剧，就是他们呈现出跟以往大家很既定的那些男女性的角色不太一样，但是就反映出一些很重要的价值。对，但网络上其实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很羡慕他们家庭可以这么理性的沟通，而且因为就是黄建伟这个角色，虽然他很忙，可是他还愿意做很多事情。对对，然后有些他真的很真心爱老婆。有些网友就是说，哦，真的是很羡慕，不像我老公，就怎样怎样，我回来就是一直叭叭叭叭叭叭叭这样。开始有这种抱怨出来了，他说，哦，好羡慕，就是就别人老公都是
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别的老公是不会让我失望的。欸、其实爆花一出来，我真的尖叫、欸，哎，真的老婆。对，然后我就想说，好像在哪里见过她。那是咒的女主角，很多人说好好好害怕，看到一半她开始那个什么，开始下咒之类的，好可爱。开始火佛修衣了。对、哦、对对对对对，那他们这对真的很可爱。而且我觉得小朋友很会演。对，洋洋。而且台词写得好好。对，里面其实里面有一句，因为其实黄建伟有问他说，就是哎，妈妈在画画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妈妈开心吗？洋洋就回说，就是谁画画不开心？而且是那种很吸反射的反应。对，很自然的反应。很自然，想说你在问什么问题啊？谁画画不开心、啊？对，就是里面洋洋的一些动作啊，或者是一些东西，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其实他们把小朋友刻画得很好。对，不管是洋洋要拿那个图给爸爸，要刻意搞怪，对，他就刻意搞怪，从后面给，对，然后或者是一些对话来讲，看到他陈家靖，你为什么受伤呢？对，就是小朋友其实想要装大人会做的事情，他反而不会把小朋友就是变得很小朋友，对，他就是很认真，不会很幼稚，对，不会很幼稚那种，对，而且他其实也把一些性别的东西放在小朋友身上，那可能像小朋友，他不一定是玩无敌铁金刚啊，不一定是玩什么，对啊，是抱鲨鱼，对，很可爱，我觉得很可爱，对、啊，就他们刻画小朋友这一块，我觉得刻画的非常好，就是导演跟我觉得比起我们娱乐的距离，他对于刻画小朋友来讲的话，他有大大的进步。我觉得他这一部比我们娱乐的距离跟我们更没距离了，对，对不对？对对 对, 对，真的是很，他真的是很贴近。然后还有一对谢盈萱跟钟瑶、啊，真的是太美了吧？对，好漂亮，钟瑶好漂亮、哦。这一对 CP 真的是让人刻的，真的是意犹未尽。对。钟瑶就是一个，也是，其实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是女强人的角色，对，但他们就是互相扶持，就是两个人工作能力都很好，能力都很强，但是又有各自很细腻的部分，然后很互相依赖、互相需要的感觉。对，我觉得他们有一出，我觉得就是最让人印象深刻，就是他们在车上，因为钟瑶身体不舒服，对对，然后钟瑶就是跟他说，就是我很喜欢你，不会叫我多休息，这一段，因为真的没办法休息、啊，对，就是很理解彼此的立场，我们都是大人了，知道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不该休息，是这样子，对，那就是不要讲那种废话，对，然后好帅哦，然后谢盈萱就是帮他准备一些东西在他包包里面啊，就是哦你要记得吃什么的，不会反而叫。他说：“哦，你要好好休息啊，你这个可以放着，或什么温开水。对，就都是大人了，我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对，对我就觉得这些对话很实际、很日常的对话，但其实看在心里面会觉得说，哦，对耶，其实真的是这样的这种感觉，真的。然后再来要讲到的是王静喽、哦，王静这一次我觉得他演技更有层次了，他演出一个算是社会上。”年轻职员，但他其实有他自己的经历，对，然后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可能在不管是职场或者是人际相处上面有一些很不好的经验，对，然后到了这一次，他加入了那个谢盈萱他们这个公正党，对，加入公正党之后，其实，在不管是打选战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办公室里面，都有一些不合理的对待。对。但是呢，他就讲说，其实有时候正规的方法没有用，你要靠自己。对，然后他就真的很有一套很聪明的女孩。好厉害、啊！好厉害、啊！我觉得这条线也写得好好。对，我觉得王静这条线其实也。怎么说，他其实也道出了就是女性的他们对于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不义，可能说在不管是在职场上然后或是在学校或什么的，他们就会其实也是反映出男女还是不会到真的平权的部分，对、啊、对，所以他就是利用他自己的方式，不管是对还是不对，但我觉得这都描写出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一些是社会不男女不平权的部分存在着，而且我觉得台湾女生看到王静遭遇的这些事情，应该都会蛮有感觉的。然后特别觉得，如果你真的遇到像谢盈萱这样的上司，真的是上辈子有烧好香。对，真的不管是谢盈萱或是黄建伟的角色，都非常的照顾底下的人，真的不会让你觉得你只是来。工作只是一个棋子而已，只是来付出劳力的，而是大家真的是站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是同理的新歌，找来了王静的合作。他在这一次的人选之人里面，其实也有唱歌，有对声音非常好。我们来听这首《Beautiful Night》。创作，尽管只喝一口，认真对你说，你的每个笑容像美梦，但再一口，你就可能被我写进来，写进。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 音符被每首的风越久越浓厚。Beautiful night, beautiful night。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WOHO，我是胖小子，进行我们的追剧周记。这个礼拜跟大家来聊聊这礼拜疯狂被洗版的 Netflix 人选之人，人选之人造浪 者，真的很好看，尤其我觉得前面几集我真的停不下来，对，真的是把他们的生活带出来之后，你会觉得哦，好好精彩，好好好好，脚步好快，然后好多事要做，好紧张哦，步调很快，停不下来的那一种。而且他真的是很多细节都跟我们生活完全就是完整的呈现出来。嗯，像是其中我觉得最让我有感的是，很多事情都会被转到 PTT 或 D 卡上面，哦，就连他们幕僚都会一直要 follow 这些消息、这些文章。对，就是他们说，哎，欸，那个谁谁谁已经被爆出来了，什么什么的。对，真的很有感，因为他们文宣部，尤其现在又是网络的社会，对，所以呢，他们对于这一块，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去。很去注重跟在意这个部分。对，我都一直想说他们真的有下班时间吗？对，他们应该是没有下班时间。风吹草动真的是瞬息万变耶。对啊，很消息变化的非常的快，所以你看就是像黄建伟那个时候回到家的时候啊，嗯，他老婆就是说啊，手机这么好看哦，
然后黄俊就是对手机就说，黄俊就说没有啦，选举啦，选举。然后所以你在前期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黄俊伟在家里跟老婆在讲话的时候，一直不断看着手机，就算是老婆说我们认真的像个大人，我们来做一段谈话的时候，他还是一直关心着手机，或者是眼睛时不时就要瞟一下电视，瞄一下瞟一下电视啊，很没营养的政论节目，还是要去注意说他们到底有没有讲了些什么。对，就是我们的政党，或是我们明天可要怎么样来对付民和党，嗯，然后公正党有没有什么被爆出来，或者什么状况这样子。我觉得有趣的点是，当你现在是以比如说幕僚这些人为主角出发，你就会跟他很同仇敌忾，想说对，现在就是非常时期，很紧张，很重要，一刻都不可以闲下来。但是当场景一换到家里，哎，其实他就跟你的老公没什么不一样，就大家的老公都是复制人，是不是？回家他就还是抱着电脑，抱着手机，你还是会觉得他很可恶。对，就我觉得这些立场的转换，让你会突然意识到说，哎，对啦，其实大家都觉得自己的事很重要，但是回到这个空间，我们还是要像个成熟的大人一样，要好好的讨论一下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所以我觉得这一对真的带出很多很让人羡慕的对话的机会，对，就他们可以这样子来讨论说，哦，对不起，其实我哪里就是做错了，做的不够好，我会改进什么的。对，对，你就看到那些就老婆的表情，很多的无奈，他也理解，但是现在就是没办法。对，真的很无奈，对，很好真实。对，里面其实也谈论到了非常多的社会现象，除了像刚刚讲到的事件都会被转发到 PTT 或 Dcard， 然后我们前面有讲到的职场性骚扰啊、同志议题啊什么的。其实像职场性骚扰这件事情，它真的很真实，我觉得非常真实。就是事情发生之后，你当然还是会觉得很愤愤不平，对，然后很想要讨回公道。但是当你讨回公道的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过程，就会带出很多问题。对，因为其实当初会想说你对干嘛不申诉呢？就这一定要申诉啊，申诉到底啊。对。但我觉得王静也提出来一点，就是说我不想要一直因为申诉而一直重复这些事情，哦，就是被害人的角度，而且逼迫我一直要再去回想这件事情的发生，其实很不舒服。对对，再来就是当这件事情变成一个过程之后，对，你会不断的，比如说对方会一直有辩解，对，或者是你拿出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吧？啊。你就算好不容易拿到证据了，他又会说那个只是角度问题啦，对，他只是回到不小心的啦，啊，没有恶意啦，啊，大家都同事一场啦。对，然后还有最我觉得最让人牙痒痒的就是他那个性骚他的那个人的主管出来帮他讲话，对啊，我就是大家现在工作这么忙，你要把他换掉，那我去哪里找人呢？简哥。对对，我会觉得，哦，好过分哦，可是好像也没办法，就好像不是真的我们说啊坏人就直接fight掉这么简单。 对他就会把很多事情的细节都呈现出来。对，没错，就不是只有正义跟坏人两个区别而已。对，而且里面其实他们也有讲到，就是谢宇轩跟王静他们在谈话的过程中，其实谢宇轩有讲到一句话，我觉得让就是非常非常值得那个行事的一句话，就我们不要算 了，对，好不好？这句话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两种曲解的方式，不算曲解啊，两种解释的方式，就是我们不要算了，跟我们不要算了，哦，两种断句嘛，对，就是我们不要算了，对，跟我们不要算了。的那种感觉，就是，但它是属于前者，它是属于前者，就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把这件事情，我们不要算了，我们不可以算了，不可以算，因为可能以往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很容易到最后就让人放弃，想说算了。这个是一个积极的想法。对，那另一个就是因为在里面其实遇到非常多事情，会让人家可能中途想放弃，就会变成说我们不要算了，就是这种风格，就是不断的是这两种的解释方式在转换，但都是同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算了这样子。对，编剧好会写哦，他好多台词都好会写，哦，很厉害。我觉得这一部很厉害，我觉得这一部应该可以横扫今年的金钟奖。金钟，他可以应该是要报明年的哦，明年的金钟奖，我觉得会很少。可能要跟模仿犯 PK 哦，不用 PK， 你有没有看？不是，我觉得因为应该是说照我在，但我要压这一部，在我在 FB 的大家评论上面来看的话，其实人选之人，我发现其他没有太大的
复评，复评，复评没有到非常多，嗯，对，跟模仿犯比起来的话，你看完的感想就真的很好看，就是，对，但其实我应该说最后的 ending 我也觉得是 OK 的，但我个人啦，个人有点对结局有点小失望，欸，大家应该都看完了吧我们也没有太多爆雷对吧，对啦，我觉得这部片大家也对，赶快去看啦，这个真的是很难很难不爆雷，聊剧不爆雷就不好聊啦聊剧好，那我来讲我自己对于结局我是有点小失望，我觉得有点过于理想吗，理想正能量跟雨二的 ending 一样，嗯，什么希望就在阳光后，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是照着你那个想法，嗯，就是可能其他党赢了的话，还是我太腹黑。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其他党赢的话，我觉得这个社会没公理。因为我觉得这一个剧的重点不在于这个选战最后谁输谁赢，重点是这些人跟这些过程。对，所以我自己没有很心悬在那，说最后选战是谁打赢。哦，对啊，我也不会悬在这，因为我觉得反正他一定会赢。哦，对对，反正他一定会赢。但是因为我看到中间就是。后来开始就是浮出林月珍的一些那个证件什么什么的，我就一直在想说林月珍真的有这么好吗，哦，他真的这么完美吗，他会不会其实也有另外一面，因为像亮哥那个角色他前面就有去操弄一些事情， 对不对，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会不会其实到后来你会发现，欸，这个大家这么你知道，哦，对，推崇的这个候选人他真的会这么的啊，结果没有对，而且其实我觉得里面我觉得大家最后面的时候就是那是台通的人吗，跟谢颖轩立明哥，对，对，立明哥，是的是的，对，然后他在里面讲说如果你不认识，如果你想更认识自己，或者如果你不认识自己忘记是什么了，你就去参选因为大家会把你的过去全部挖出来，哦，真的，他把你过去所有的你不管做了大小事，你可能以前小时候可能你以前曾经霸凌过别人，有有過同學，对，都会被挖出来哦。对，就是都完全都会被你完全会被摊在阳光下。真的好会写台词哦。对，然后这部的客串也非常的多，很多的惊奇耶。有谁啊？很多啊，这个立明哥嘛，然后后面那个跟那个谁吃饭，跟代理人吃饭那个，提醒他说要被爆出来那个，哦，就是韦伯哥，郑韦伯。哦，是哦。对，很多，欸，有些我其实还没有认出来，我可能看的不够多。哦，对，超多的。对，但我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现实世界、现实社会也是这样子。嗯，其实我觉得他们工作起来蛮和乐的。嗯，我反有些小遗憾啦。嗯，我以为易安会暴走。我以为易安会暴走，然后前面不是就是因为他是那个社运，他其实是学运挂的，对，学运挂的，然后看到自己待的这个政党党部就是没有办法实现他的一些正义，或者是不够用力去做一些事，我以为会有人跳槽，哦，对，对，我以为会有人因为觉得说啊，这个理念好像渐渐的跟我越来越不像了，还有你那个 face 到底要不要表态啊？对的这种，对，可是其实看了这部片之后啊，我会觉得。因为其实我以前都会想说，那你为什么不表态就好？嗯，你就表态说你到底是支持 face 还是你反对 face？ 但其实看完之后才发现说，对，其实他真的是有非常多的选举的考量存在，真的不能轻易的表态。对，你只要选择了某一个地方，你只要选择了某一边，你另一边的票全没了。嗯，对，虽然说这样子。对于你的支持者其实会蛮不我觉得不太会有些人不谅解，对，不谅解就是说不说清楚，其实你是支持 face 的，但你可能为什么你不出来表态呢，对，你为什么不出来表态呢，就要以大局为重，对，要真的要以大局为重这句话又出来，对，然后他就是那个佩霞老师跟谢颖轩在车上那一场戏，我觉得也讲了好多金句，哦，我这看到赖佩霞我就觉得，因为其实早餐访过非常多次老那个佩霞老师，对，就觉得哇，他是一直出现在我面前的，现在出现在电视前面，但因为我蛮常看他演戏的，哦，真的哦，因为像之前天黑请闭眼里面，哦，他也有演，也有演，哦，演一个大反派，因为前哦真的哦看不出来，很香，欸，所以难怪你会觉得说他应该是有，哦，对，抱歉，就是对，
然后就那场在车上的戏，对，他不是跟他讲，就是像谢颖轩跟他说，我都做的这么好，服务做的这么好，为什么还是选不上，得不到票，拿不到票？然后他就说，你服务做再好，跟人民要不要投票给你是两件事。对，为什么大家一定要投票给你？大家没有义务一定要投给你。对。然后很多人都是，比如说看看党不看人啊，对啊，或者是只选好看的啊，对，这都就是现实，这就是民主社会，大家要怎么做都可以。对，这的确是这样子。对，就觉得啊，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真的很难，你很难要做出两全其美，就是我怎么做好像也都。我明明做好很多选民服务了，但在最后为什么因为某些小事情我就选不上了？对，而且那些小事情其实我也是坚持着我的立场。对，很厉害，我觉得很厉害。这部片真的是看得非常厉害。还有像是政治人物要转型当网红这件事情，也很跟得上时代。对，有没有，好想要追方方正正汪文芳。对，订阅起来，这个真的是。然后有人发现那个里面不是有一个五年级的陈仲告白？对，而且那篇文两年前就发布了、欸，所以其实就是他们的这些人的脸书是很早以前就存在的。我觉得大概在2021年就有了吧？对对，很好玩，是真实的国家观察事务所。我有特别去看他们大家的粉专，就是陈家靖的啊，有有有然后谁的、啊、就点进去看，然后什么的，觉得蛮有趣的。我有一些还有共同好友、欸，不知道为什么。林月珍啊，主席就是他有加好友，然后、那個、他真的有发那个要去找。餐会什么的图文、哦？对对对对，可以大家都说哦，那个图文不符哦，因为你的早餐会是3月6号，可是你发文的时候是11月，对，大家其实有特别去看这个东西，对，就我觉得现在戏剧的行销真的也是不容易，对，管道太多了，很多，你要怎么样就是打出这些热度跟话题？对，你看我们以前是 FB 嘛，然后再来就是 IG， 现在是 Dcard，甚至是 TikTok， 对，甚至都还有小红书，对，甚至非常多已经不是我们已经常用的东西了，是，对，这个东西。对于选战来讲的话，真的是都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真的要跟上时代啊！对，各位，你没跟上的话，你可能就少了一些选票了，是的，你可能少了一些发声的工具的管道，或者是大家就不认识你了，因为现在如此的分众啊，对，真的很难呢、欸。而且像那些选举跟造势的场地啊，我都觉得、哦、拍得好真哦，我一直在想怎么拍出来的，真的吗？还是电脑特效啊？对啊，真的那么多人吗？他们真的包场吗？封街吗？他们真的在当街喊林月珍动算吗？会不会很荒谬？我说，哎，怎么都没有看到消息，或者是完全不知道？哎，凯达格兰大道，而且还要下雨。凯达格兰大道这样子这么大的地方被封街，对啊，为什么我们之前都没有发到这件事？对啊。而且完全没有消息出来，对，完全、哦、之前可能有消息说《人选之人》《造浪者》这一部要出来啦，就是等到他上预告，我们才开始知道这个消息。对 对, 對，但之前哎、欸，这么浩浩荡荡的拍摄场面都没有人在讨论，好厉害哦厉害！那个消息封锁的很厉害，他们可能有签保密协定。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真的。还有一些像小彩蛋的部分，我觉得很厉害，因为当中呢有很多唱 KTV 包厢的那个场面。哦，对，就有人发现，哎、欸，其实每次要去唱歌都会有剧情的转折，不管是像陈家靖那个老婆要回娘家的时候，或者是后来文宣部跟组织部他们要和解的时候，都是去唱歌。哦，对，然后选歌也是很厉害。对，就有人说一直很期待亮哥唱《子鱼》，没有，还是超跑情人梦。我很希望他唱超跑情人，我想说他怎么没有唱他自己的歌？这应该会太出戏吧？就是。可是我觉得，如果他唱的话，我觉得很赞、欸，会另一波高潮。我觉得很赞，我会完全是就是哇，亮哥。当他们在和好的时候唱的是《爱情现实批》，对，就真的是很欢乐。好啦好啦，放下放下的那种感觉。对，而且就是。文芳他也说好了好，我知道点哪一首，對他就去点了，就很懂爱情很西坡，然后就是找了组织部的头头一起唱，对，主任两个主任一起唱，就是好了好了，莫待机啊啦，莫待机啊啦，就好像很多事情都可以这样瑟瑟哎瑟瑟，就是瞧事情，就是在 KTV 瞧好啊，喝酒这样子。但其实也看得出来，他们在里面把弄啊，你真的看得没出来，这都是台湾、就是什么哎、什么什么歌哎、好久不见，啊、然后这种就是你从他们的演技一看出来，就说哦，他们一定是在
装的，但其实他们也是他们 演出这个装的感觉真的是很厉害。对对，还有那个就是设计师那个庆功餐会上也是、啊、就你看就知道说那个地方就是一个 social 的场合。对对，但他们彼此之间那种抛接球的感觉、喝一杯喝一杯，真的有接住。对，他说哦，嘉庆先走，那我先替他就是干一杯，或者是我罚三杯，然后这个就这些对话，你看起来、就是、真的都是台湾的文化，对对，很厉害。对，然后还有一个彩蛋是，他们一开始不是唱那个二十年前竞选歌吗？哦、那个《昂虾》，对对对对对，其实是新歌哎，因为大家就想说，哎、哦哦欸，怎么有这首歌我都不知道？其实是新歌，施文斌老师唱的。哦，是哦，是新歌、哦。然后前两天粉专有公布，就是他们在唱 KTV 的那个伴唱带的画面、嗯、哦，真的，就是大家就说，怎么有办法拍出这么古老的感觉？对啊，好厉害哦！然后那个里面年轻的陈嘉靖，嗯，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哎，怎么办到？他怎么把他弄成那么年轻，那么青涩？我觉得这一部是把他变很老。我觉得这一部是因为可能他的胡子跟发型，还有跟微发福的那种感觉，对，跟他的肚腩的那个感觉啊、就是，有，对，一直吃泡面，对，一直吃泡面，一直吃泡面这件事情。大家都说看完这部就超级想吃泡面。看完这部，除了很想吃泡面之外，会想喝康普茶。哦，对，植入很成功。对，然后还有益生菌。对，然后还有这个马修优格。哦，对对对，他们的盒子都有可能，我觉得很好笑。他时不时就要吃一下，对，然后时不时大家发饮料的时候，这个、手法就跟韩剧很像，对，不会再那么刻意，但还是会让你看得到。就是因为就是大家会觉得眼尖嘛，就是会发现一些事情，嗯、所以在喝饮料，大家递饮料这一块都是递康普茶，对，然后大家就会去找，然后进而。有感，对，比起你直接放一块康普茶在那边，大家反而跟你在那边介绍，对，反而不会反感。对啊，对，很厉害。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彩蛋细节啦，是雅静的英文名字。他那个时候不是要换身份去接触赵荣之吗？对，他的名字叫 Anna， Anna， 英文名字 Anna。对，然后就有人说，其实这可能是有点呼应之前创造安娜。还有另外一个韩剧《安娜》，两个女主角都是使用 Anna 这个假名来达成自身想要获取的东西，所以她也叫安，所以她也叫 Anna。对，然后后来赵荣之不是在路边举那个 Anna 的牌子嘛，对，就大大的写 ANNA， 就让人家想到之前创造安娜的这个形象，哦，也是在致敬的概念。我觉得很用心，哦，好厉害哦。对啊，然后还有后来让大家爆哭的那个雅静抱的爷爷。是要致敬用酒干妈店的其中一个爷爷林义雄，他就是那个用酒干妈店的创始者杨敬德先生。啊、这我反而就没看了。对，之前没有看，但因为这个作品也是广受好评，也在我的片单当中，哦，所以你也还没看。对，有时间再来追一下。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哭爆，对回来抱爷爷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在外面受尽风霜，好辛苦，好心疼。你干嘛还要上节目去讲你自己的？伤疤，而且爷爷搞不好是从电视才知道这件事情。对啊，我觉得哦，会有多么的心疼啊！哦、我的孙女居然在外面已经受到这么多的攻击，对，而且是大家都这么喜欢的这个政治人物，对，就觉得啊、哦，一定是又气又心疼，真的，真的太厉害了。然后还有一个人家说的彩蛋，我觉得蛮可爱的，注意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是方方正正翁文芳的背包，她、因为这上班族女强人，但她不是用公事包，也不是侧背包、手提包或什么的，她是帆布后背包。对，就大家说哦，那个很率性的感觉都在她的装扮上，拿着包包就走了这样子。对对 对, 對，很利落、啊，很利落，真的很利落。对，然后再配上钟瑶，哦，赏心悦目，对，真的，真的很喜欢这次的。人选之人造浪者当中，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心得，或是你觉得哪一段最精彩，也可以留言写信告诉我。对，不用写信啦，你可以到我们的粉专飞碟有完没完，都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那就再来听一下，在这一次的剧里面也很重要的一首歌，他戴着那个海龟安全帽唱的时候，我觉得好，然后对着镜头唱这样子，真的是对。除了是做出这种事的人还是不是人呢、啊？对，除了是在呼应海龟，在呼应他们以前的那一段。对，好厉害，好会结合。来听听海。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
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听，海哭的声音，叹息着谁又悲伤了心，却还不清醒。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飞碟有完没完？我是 WOHO， 我是胖小子。今天我们的追剧周记聊了《人选之人》造浪者，真的是你开始看了，你就会一口浊气把它看完，真的停不太下来。我很期待要有第二季，就是造浪者，因为毕竟如果是造浪者的话，那势必可能会有其他的者出现。对啊，對，很期待耶。而且因为其实大家会说有点可惜，因为这一次的候选人其实两位都是女性，在争取总统的 大作。对，那比较少在描写说两个候选人之间的一些对戏啦，嗯，对，比较少，就是有没有同台对戏的，或是对手阵营他们到底又做了哪些事情，对，或者是说有没有像辩论会啊，他们该去该怎么样去面对辩论会这一块，嗯，对，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没有，就是我觉得可以更多的延伸啦。对对啊，该多个一集，就是说辩论会的时候，台下他们幕僚应该要去怎么准备这一块，然后
事先演练啊，或者是说、现场应对啊，可以有更多的过程可以呈现出来。对对对，因为像其实这次孙令贤那边的戏就很少，孙令贤很少、欸。然后还有，其实戴立忍后来的下场，我觉得也没有交代的很清楚、欸。哎，就是他就是他被爆了这件事情之后。后续其实就比较少，就除了一开始的那个道歉啊，没有这回事什么的，对，那个记者会之后的第二次，就是女儿算是没有出席那一次，就后来好像也没有交代到太多她后来怎么了。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正宫跟小三那一段，对对，我觉得超厉害，这真的是选举。她抱下去的时候，你有没有尖叫？一看就知道，就是我想说她是要扒下去吗？结果没有，她真的是。为了大局为重、欸哦、真的是很厉害、欸、对啊，就是难怪女儿看妈妈看得这么心疼，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辛苦，你不是不快乐吗、嗯、但没有办法呀，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子的话爸爸要怎么选呢、啊、而且到这个时候你还在帮他想，对，真的是很厉害、嗯、对啊，希望这一部会有续集，很多人在敲碗，会想看。我看到那个唐奇阳老师说，有第二集的话，我也可以演哦，真的很支持，感觉也不错，他可以演网红，对、啊，他就可以演他自己这样子。很多彩蛋，还有那个海芬姐。海芬姐是其中那个后来她去上的那个节目的主持人，王静不是去上节目、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那个主持人是海芬姐。哦、对耶对耶、哦、瞬间我好像在哪里看过，可是又突然叫不出名字来。对，很多啦。所以这一部里面其实真的是非常好看，满满的彩蛋。对，就是除了看谢云轩、黄建伟，然后王静他们飙演技之外、嗯，其实有非常多的彩蛋跟非常多的客串，还有那个。蔡依安那一对啊，也是很可爱啊、哦。对，那个袁子云之前有演在车上，西岛秀俊那一部，他有演。对，因为那一部就是有一个戏要演出，他们要排练，要选舞台剧的演员，啊、有，他就是其中一个台湾的那个女生。我想到了，对对，难怪，因为他头发是绑起来，是不是很眼熟、啊？对，很眼熟。很厉害，很厉害，所以都在这一次的《人选之人造浪者》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没错、哦，这一半你还有追什么吗？其实我日剧也是陆陆续续继续看，我都追动漫呢、欸，像是我推的海，我推我有看到最新这一集，我推的孩子。但现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第四集已经上了，啊、对我还没。对对对，啊，一样好看。然后因为 Yoasobi 的那首《Idol》已经破了5000万的点阅吧，我们上次不是才一两千，对，三千，上次是三千，不过才几周的事情，对，然后变成了5000万这样子，嗯，对，然后对我好像目前只看这一部而已，像这礼拜的那个绝对不可能，就是松下光平跟天海游戏他们继续在各种变装，太好笑了，哦，这一部真的是你不要太认真在他的那些。剧情哦，我有看了一集牛郎，我突然想到哦，牛郎，我有看了一集牛郎，第一集吗？对，我看了第一集，我看到第三集哦，真的哦，第三集当中那个樱井勇纪他要自己去尝试当男公关，因为他其中不是本来就有一个女扮男装的公关嘛，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也要加入其中之一，哦、然后要扛起店里的业绩，要挑战看看，哦、然后他就知道哦，原来真的做这行不是这么简单，对，但我看完这一部之后，我发现。他的喜剧的程度没有到我想要看的喜剧的程度。那你可能要看《无名指》献给国王《无名指》，那就真的很喜。我可能要看真的很喜的那种。虽然他一段20分钟，其实也蛮快的。对对对对，对，就蛮舒压的。那你可以看松下光平啦，真的，很好笑。好，我看一下。他们两个的互动真的太有趣了。我先把我推追到最新，然后鬼灭追到最新。我推真的看到后面心情会有点微差。其实是。对啊，但真的写得很精彩。他也是把这种幕后的一些。勾心斗角，都把它全部剪出来了。对，妹妹嘎嘎都写在里面，没错，好厉害，很好看。我推的孩子，推推。以上是这个礼拜的飞碟有完没完。我们上个小时介绍的是亚诺娜 Arowana 的行李箱，我也会把今天的那个款式的链接放在我们的贴文。不过没错，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对啊，可以看一下，真的超好看。最后来听松下光平他之前发行 Point to Point 专辑当中的 Endless 送给大家，我是 WOHO， 我是胖小子，下礼拜天晚上6点到8点我们准时再会，飞碟有完没完，拜拜拜拜。夏草の濡れた香り夜の街灯の光どれだけ願っても二度と僕ら
た思いに熱互いの隙間埋めるためのキスじゃなかったから約束なんていらなくて優しい言えなかった二人 It is too late 何度も呼んだ名前忘れたら探さないから前シンデレラあっけないな手を振ろう泣いて泣いて嘘つこうゲートに消えた背中待つのはやめて僕ら次の街へ僕を遠ざけた君は間違って